是张老师啊，今天一早呢，我兄弟两个把那个果果儿下了，然后拖到之中把它发嘎，这儿往回赶，也过了饭点了。我想双龙街上呢，应该没啥子吃的嘞，这儿这个三中路那边这家馆子的味道还可以，走啊兄弟，走，吃饭了。菜点好了，点了个韭黄肉丝，红味的，包了个肥肠，炒了个土豆丝，还是那个1200汤哦，豆腐哦。喝二两嘛？喝二两，那白干啥？白纯白纯白，这个肥肠包的安逸哦。后面你看，我那个兄弟呢，他不喝酒的，那专门点了个汤的哈。完了，你们又讲，我是我个人喝那个，他滴酒不沾的。大饭来，谢谢哈，不消费，谢谢哈，来，酒黄肉丝，来吧，兄弟，我先吃一饭，来，小酌两口都，菜也上齐喽，整一口啊，兄弟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生包肥肠，吃的安逸的很的哦，之前在成都吃那个呢。它是那个粗了的，吃起来就绵脆绵脆的，思想思想的哦。这个呢就是卢娃的最爱，可惜卢娃他不在，还有那个1200汤里头放的那个豌豆尖和豆腐，懂吗？像我们四川这边哈，基本上吃那个白味的汤，都要打个蘸水，里头就是放的那个是姜、蒜、葱、小米辣，然后淋点香油，倒点盐巴，投两个鸡精进去，倒点生抽就要得了。我就说卢娃快点回来吃咯，兄弟你吃好了噻，我就请他们咯。我是不讲理的，是老板送的那个泡菜，把那个花椒挑出来，10到80的板哦。这个泡菜倒里头，还有刚才那个蘸水，把它搅拌均匀哦，开蒸哦。朋友们啊，你们不要看的是大杂烩哈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吃了是香啊。
哎，还想跑嗦。来吧，最后喝酒了，我们吃啊，吃好也喝好了，拜拜了哈。是吧，兄弟？老板，包间。